好緊張嘅，因為都算係人生第一次有自己嘅品牌咯，係咯。因為真係一個好陌生嘅領域，所以都希望大家好似評論我嘅音樂咁樣，希望大家多多俾啲意見咁樣，係啊，係。七位數？哦哦。我唔知誒，八萬個唔知喎，可能啩，可能啩，係。做姜老闆覺得慣唔慣啊？叫你姜老闆。唔慣啊！啊，頭先聽到呢、這個，不過點都好過姜 B 嘅。即係你中意叫姜 B 多？我唔不嬲，以前都話叫姜 B 就太過小朋友咁樣，就係咯。咁而家咪升咗做老闆咯。咁又大一齊，我覺得當初諗呢個姜圖嘅品牌應該係要代表住啲乜嘢？呢一件事困擾咗我哋好耐，係啊，成個籌備時間半年，咁都嘥咗一半以上嘅時間，就係去諗一個好嘅開頭，係啊，因為覺得每一季想表達啲乜嘢，好似諗咗好耐咁樣，所以之後就覺得不如用我做音樂嘅嗰種心態去做呢個 brand。每一隻歌或者每一個系列都會有不同的東西給大家，是的，是的，可以這樣說，對自己都是一個很好的禮物，是的，禮物，也希望我生日的時候給到需要幫助的人禮物，是的，更加開心的是這個 brand 可以一直幫到人，因為我們即我覺得這個 idea對於我嚟講好有意義咯，我覺得係啊，因為都知道好多我哋嘅 fans 成日都會去捐款啊，去幫助別人，自己都希望我嘅 brand 可以有呢一個精神喺度。或者都會 keep 住會設計下。一定會，一定會，係啊，因為其實今次每一個 item 都親身參與咗好多嘅，係啊，咁所以希望大家睇到入邊嘅小巧思咁樣。同裝係我提出嘅。我覺得我呢個提出提得好好啊，因為童裝我發覺好似冇乜係咯，好似我隊員大家好似未做過童裝咁樣，而我自己好似就覺得童裝係一個係想，因為我知道好多 fans 佢哋有自己嘅小朋友，咁我就覺得啊，既然我又咁中意小朋友嘅話，不如真係做一個童裝。咁佢哋可以母子或者係啊，係親子咁樣。係啊，有個我好希望睇到嗰個好有愛嘅畫面，認真唔會諗，因為。由入行第一二年開始就有啲興趣對呢樣嘢，咁所以經過而家入行四五年之後，同大家都學習咗好多。因為我問過佢哋所有人私底下，佢哋俾我嘅意見同埋經驗，所以佢哋都好好啦，真係每一個都係。即係其實之後有機會嘅，有機會我可能都會，因為我覺得呢個都係另一個，因為我覺得我人生有三大快樂嘅根源：食嘢啦、表演啦，同埋咩啊？打波。今年大家都會開的，係啊，今年大家都會開的，我哋團體的演唱會都很快開的，係。即係你自己 solo 都會有，係啊。幾時開？邊個？我哋演唱會。公司會公布。哦，係咯，因為我都唔係好清楚，應該係個人先，個人先，係啊。你自己有冇話？公司公布啦咁啊。你自己有冇話點樣準備啊？想唔想再操練啲？要啊要啊，但係大家唔好期望我除衫。不要期望這件事，是的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們有很多成員可以特別大家期望。你有沒有說目標要減多少？未有設這個目標，一向都是的，順其自然就可以。那個是如果團體的飛就是換回我們團體的演唱會，就是跟你 solo 那個就分開。是的是的是的，沒錯。係喎，第一次，好多謝港台，係啊，因為多一句啦，每一個獎項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肯定，係一個 bonus， 所以其實自己攞定團體攞都會好開心，係啊。頒獎禮我哋再等公司通知，係未太知住。